行三问训里一问训，再问训，三问训。同学们，我们李琴老师为我们授课，向老师行一问训礼。阿弥陀佛，老师好。同学们请坐。大家好，请坐。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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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佛学院的同学，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要向大家解说的是《佛法概要》第五章“叛教”，中国大圣八宗太虚大师的分类。视频是85，图表是52，课本繁体版在351页，简体版在180页。我们在上一节课为大家介绍中国佛教的大圣八宗太虚大师的分类。那今天延续没有讲完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呢讲到中国八宗太虚大师的叛教。叛教是分类的意思，归类，把中国佛教归为八宗。那八宗的说明呢，我们在上个视频图表51的第四项有提到了四大类。第一类呢是八对与四类门，第二个呢是四单与四副门，第三个呢是相夺与护城门，第四个是平等与殊胜门。上一次我们讲了这四大类的第一类，八对，八宗与八对门。这个八宗与八对之后呢，我们今天要讲八宗与四类门。那今天呢，在上次的视频的四大类当中，我们要讲八宗与四类门呢，是在第七项呢跟第八项，八宗与四类门。那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跟第十二项呢，它是四单门跟四副门。那还有呢，第十三项是八宗的相夺护城门，相夺跟护城，那这个是对立的哈，成为一门。那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呢，他在说明八宗的平等殊胜门，平等跟个别的殊胜，它也是对立的。那今天呢，就有这几类的内容来继续解说中国佛教八宗。印度佛教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呢大放异彩，
那这个八宗的内容，它提供了八种的修行方式。八宗有一些呢是个别的宗义的差别，也就是立宗，它的义理呢是不同的，总共八类。八类当中又可以分为呢，四大类啊，就是我们现在第一个要讲的四类门，两宗两宗一组。在太虚大师的这个中国八宗的分类呢，我觉得他分类的非常好，对我理解八宗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那我们首先呢看到第一类八宗与四类门，也就是说我们把八宗呢归成四大类。那或许大家没有思考过，有些宗派呢它是很类似的，譬如佛力加持类、净土宗跟密宗。那我们升起信愿行往生极乐净土，受到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得以往生，所以呢净土宗呢是佛力加持类，密宗也是一样，受到大日如来加持即生成佛，这是佛力加持类。善法增上类呢是天台跟显首二宗，超理执行类呢是禅宗跟律宗。这个超理在佛法的修学呢，它有理论及实践。那这个呢直接从实践，禅宗跟律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超理，超理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超车啊，哈，那一部车被我们超过了，它超什么呢？超理，也就是说它不从理论的语言文字下手，它直接从心性、从修行、从正量上面呢来说明去实践。这个是禅宗跟律宗，叫超理执行类啊。第四个呢叫圣解成观类，这两类呢可以说它的说法呢是相反的。这个不重理解超理，这个重理解圣解成观类。圣解呢就殊胜理解它的教理教义，它的教法。比如说相中的唯识中，唯识呢详细分别诸法的自相共相。那唯识中呢它的法相非常多，如海算沙，详细分别诸法相。所以它这个这两类相中跟性中呢啊，这个是唯识，这个是三论，它是重这个理解的，而且呢它重观法。比如说我们要修什么观呢？我们要修我空观，我们要修法空观，透过这些观法断除烦恼，证入诸法实相。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四类它的一个特色。八宗归成四类，第一个是佛力加持类，刚才提到的净土宗依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众生以信愿行求生净土，凭借佛力加持，佛力加持类接引到极乐净土。虽然众生呢业障，有这个业障亦得往生。那为什么能够有这个业障能够往生呢？就是怎么样，佛力的加持啊，这是净土宗。第二宗呢这也是一样的，密宗依本尊之加持得宪法之成就。宪法的成就呢就是即生成佛。为什么可以即生成佛？就是受到本尊的加持。那这个本尊呢就是大日如来。好，他说本尊虽不一而皆为大日如来之等流身。本尊之加持呢就是大日如来之加持。
好，所以呢，密宗呢，跟净土宗呢，它是一样的，它都是佛力加持类。那第二类呢，是善法增上类，它着重的内容是什么呢？着重的是善法的修学，而让众生的善根增上，乃至于去向佛果。那这个善法是什么呢？善法增上类的善法，即其本宗所宗之经教也。那这两宗，显首宗跟天台宗，显首宗他所宗依的经呢是华严经，天台宗所宗的经呢是法华经，这两部经都称为经王。众生对于这些经教怎么样呢？重于受持读诵之善法真上，它的真上呢是依于经而受持读诵实践，它跟前面的佛力加持呢就有所不同。二宗呢，它名自他不二，生佛平等，互相交片，容彻无碍，依佛果无漏，善法为真上圣缘。那佛果呢，有很多无漏的善法，我们学习佛，那也可以成就无上佛道。那这个呢是善法的一个真上类。那这边提到的二宗呢，就说明自他不二，生佛平等，也就是说众生跟佛他是平等的。那这个呢表示众生是未悟之佛，佛呢是断除烦恼之后而从众生成就佛道。所以呢在经论里面也提到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他从佛成就无上佛道，从众生修学善法而成就佛道。所以我们众生呢，只要修学这个善法，也能够成就无上佛道。那这是显首宗跟天台宗的善法增上类，由凡夫成就佛道。第三个呢是超理执行类，超理执行类呢，这边就这两宗呢它跟第四类呢可以说它的修行方式呢就有所不同，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先看这里，律宗不重在理解，他不注重理解，他着重实践，从这个戒律呢去实践，趋向于无漏。律宗不重理解，禅宗不落在理解，禅宗呢是不立文字的，不落在理解。那我们看第四项，圣解成观类呢，相信二宗皆重理解。好，这有三个层次哦，不重理解，不落理解，重理解。好，这如果说有三个人修三个宗派住在一起，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啊？会有问题的就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也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的就是说你也会去尊重别人的修行方式。好，一般会尊重还是不尊重？好，该尊重的时候尊重。好，不该尊重的时候呢可能就很难尊重了。因为我们在看中国的八宗，我们可能要
有一个思维，切勿落入自中为是，他中为非，贬义他中，高扬自中。因为法如良药啊，这边有几种药，中国八宗有几种药呢？有八种药，对治呢，这个不同的烦恼哈。那众生呢，可以选择相应自己的法门。超理执行类呢，律中不重在理解，它重在实践。它依皈依三宝的真实信心为体，信解行证。那受持境界，依戒生定，起正行。重在实践，求漏尽啊，就求无漏，求解脱。它的方式是这样，它不重在理解，它重在实践。禅宗呢，不落理解，它是离文字相，邪欲言道，执行求证，即心是佛。那在禅宗呢？他着重的是明心见性，所以他不从文字，他从心性上去体悟。那第三类跟第四类呢，刚才提到说它是差别的。第四类叫圣解成观类，唯识宗、三论宗、性相二宗皆重理解。他的修行呢，决定因此不可隐夺之圣解，透过对经教深入的理解，内化到内心，成为一个观法，透过这些观法而断烦恼、证解脱。所以发起圣观，修圣行，证圣果。所以这两宗呢，它着重在观察，比如说众生呢有我执跟法执，那就修我空观跟法空观去对治。那这两个圣解成观类，这个观呢，我们说戒定慧，定呢是执，慧呢是观，慧观，慧观有一个对象。那这二观的差别呢？性中为实相观，或无所得观；相中呢是唯识观，还有这个四寻思观。那这个三论中，性中它是实相观，这实相观呢就是诸法的如实相。诸法的如实相呢，其实它不可以有跟无来叙述它。实相是什么呢？实相观的实相，诸法的真实相，它是离一切相，离语言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无可取着。这个实相观呢，在古德说，说是一物，即不重。也就是说，它超越细论，为正相应，为正量相应的哈。所以大智多论也提到说，般若如大火炬，四边不可触。好，那这个实相观，它也叫做什么呢？它也叫做无所得观。这个观法呢，它是比较难的一个观法哈。比如说我们在心经里面有提到说，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苦集灭道。请问大家有没有苦集灭道？有，有苦集灭道嘛哈。但是无这个无所得观呢，他是站在圣义地，站在圣义地呢，无受想行识，无
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无所得是大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法。我们说大悲为上首，啊，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无所得呢，它是二谛并观了，啊，哈，它能够观一切诸法毕竟空，一切诸法无自性，一切诸法毕竟空的无所得观。那这个是信中，也就是三论中的观法，实相观跟无所得观。那相中是什么呢？是唯啊，四寻思观或是唯识观啊。那在印度呢，他比较重视这个四寻思观。以后如果我们有上到唯识呢，他会介绍这四种观法。四寻思呢，就是寻思明、意、自性、差别、假立的这个四类啊，四类法。那另外呢，在中国呢的唯识观呢，也有五重的唯识观。好，这个观法呢，它是差别的。总而言之，它重什么呢？观察，好，重观法，从文字的理解而去观察，断除烦恼，去入于诸法实相，成就佛果。跟这个不落理解跟不重理解呢，啊，这两类呢是不一样的，差别的。所以在八宗当中，我觉得这个归类法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本来要记八相，现在变成记几相，四相就可以哦。好，原来某两宗特质是相近的，好，那这样的理解呢，更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法门的相似的地方跟别异不同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九项，八宗四单四副门。那这个四单四副门呢，大家注意哦，它又把它分成两类。好，那两类呢，这边我们先看这里，这个着重在自力的修正，好，这个着重在他力的加持。如果以早期佛教呢，阿含经他提到说，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就你要依靠你自己，啊，你要依靠于佛法，自依止，法依止，你不要依靠其他，啊，这个是自力修正。他力加持呢，就是依于佛力等等，啊，所以呢，啊，又可以分成这个四单四副。四单呢，自力修正的，像信中、相中，也就是圣解成观类的，还有律宗跟什么呢？禅宗，啊，这两类的，啊，它是重于什么呢？自力修正，就是靠自己啊，啊，那天台宗显首真言净土呢，是真上他力加持。我们看他的说明，这个单门跟副门呢，他的一个修法呢不太一样。单就是一次，副呢就是两次。譬如说，我们看第一项哈，的单门跟这里第十一项的副门，它的观察方式，它的修法呢有什么差别？我们比对一组呢，就知道单门跟副门的不同。比如说信中，三论中的信中呢，它的修法是由凡夫破除烦恼而显现诸法实相。凡夫断除烦恼，去入于诸法实相的一真法界。好，所以呢，这样呢就一轮哈，由一熟报主，我们是从果报而来的一熟报主。我们虽然受这个业报的这个人，只要我们破除什么呢？一切执障事项，破除了烦恼，
破除了我执、法执、烦恼障、所知障，就可以显现出自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呢，就是佛的法界。佛的法界呢，它是一个解脱的法界，所以从凡夫破烦恼显一真法界，破而不立，即破即显，即破即显，即破而显。他在破的时候呢，也显现，他在破你的烦恼，也显现出什么呢？一真法界，它是同时的，即破即显，即破而显。那这个是单门的这样的一个观法，从凡夫到解脱乃至成佛。那这是单门哦。我们看副门，副门呢，我们看天台宗。好，副门它的观法是什么呢？他说先从一真法界，这是佛的法界，观自一手执主，从佛观到众生。好，我们有执着，我们有我执、法执的这个人，成复合之法为中本。这个呢是一个复合法，好，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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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门。那这个是从第一轮是从佛法界观到众生法界，第二轮复，好，复门的复，复从凡夫报主观察到哪里？一真法界，从一真法界观到一手报主、一手执主，再从一手报主观到哪里？一真法界，他观几次？他观两次哦。所以呢，复门，所以天台宗第三项既有佛果善法的加持众生。你看佛果一真法界，佛果的善法加持力加持众生，众生呢就是这个一手执主，引起众生心乐信愿发大圣心。好，由佛果引发众生的这个大圣心，这第一轮，再从众生位以至佛果。好，从众生位呢如佛修行到佛果，好，这又是一轮。所以呢，副门跟单门的差别就在这里。那单门的第二项呢是相宗，相宗呢就是法相唯识宗。法相唯识宗，他这边提到了相宗呢，认定诸法不离于事。诸法不离于事呢，就是在唯识宗呢，他说明唯识所变。我们世间的一切都是唯识所变的。譬如我们上次提到的一境应四心，水人见为水，鱼见为道路枯窄，鬼见水为脓血，天人见为琉璃。所以呢，我们的境界都是什么呢？都是不离于事，为事所变。那事呢，它有三类，叫做三能变。我们刚才说所变的世间是由事所变，事呢分成三大类，第八事、第七事，还有什么呢？前六事，这个叫三能变。第八事叫意熟能变，第七莫那事叫做思量能变，前六事叫做了尽能变。唯识主张呢，他的立论是能转变升起一切的万法，所以呢万法是唯识所变。那能变的事呢就有三个了哦，就是意熟能变事，这是第一能变，叫做第八阿赖耶识。思量能变呢是第二能变，第七莫那识。了尽能变是第三能变，前六事。那这个三能变呢，在唯识学呢，有机会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他说，三能变当中以第一能变为根本，就是以阿赖耶识。
故观阿赖耶识等三能变相，就是阿赖耶识第七波呢是前六识，观道显为四性，如是通达三性三无性究竟故，证安摩罗四果。那我们先解说这个安摩罗四果。这个安摩罗四呢，就是如来四、清净四、无垢四。相反的，就是凡夫四。凡夫四呢，比如说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是杂染的。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大圣三系呢，有空心、妄心、真心。唯识系呢，它说明我们的心事是虚妄的，是杂染的。那这个阿赖耶识呢的杂染，我们透过三性跟三无性的观察，就能够证到如来的清净识，这个也叫第九识安摩罗识果。那这个三性三无性呢，三性是什么呢？我们在大圣三性有提到的片寂直性、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这三个，也就是说把法相分成这三大类，依他起性通两边，依他是缘起。如果我们普遍计较执着，那就是片寂直性了。如果从依他起性的缘起当中去了解诸法的实相，就能去入什么呢？圆成实性，这一个叫做三性。那三无性是什么呢？就是依于这个三性来论它各无自性，也就是说从这个三性当中去了知这三性的个别的无自性。那片寂直性呢，它是配合相无性，依他起性呢是生无性，生起的一切诸法呢它是无自性，圆成实性是配合圣意无性。三性三无性，三性就是片寂直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三无性是什么呢？相无性、生无性、圣意无性。那这个在解说唯识的地方呢，好，我们可以再跟大家详细解说。第三个呢，律宗，律宗呢，它着重在戒的实践，从初受戒发得戒体，由得戒故，能障尽障啊。我们持戒呢，清净持戒，能够引发圣定，引发殊胜的定，有戒定为基础呢，能够开发无漏智慧，直趋密严实佛。密严啊，这个密严净土呢是佛的净土，也就是说我们从戒律的修学，依戒生定，开发无漏慧，发大圣心，达到无上的佛果。第四个单门是禅宗，禅宗重在达心，也就是求这个什么呢？明心见性，直接从心性，不从语言文字。文字是什么呢？葛藤啊，所以重在达心，疑心做深刻的肯定，确认即心即佛，以求明心见性。在实践上面呢，证入诸法的法性，证入诸法的实相。那这个是八宗的四单门。四副门我们刚才已经讲解了什么？天台宗。天台宗呢，从佛的一真法界观到凡夫易熟执着成复合之法。所谓复合，就是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佛法界，有众生法界，佛法界观到众生法界，再从众生法界观到什么呢？佛法界。那佛呢，是由众生断除烦恼而成佛
好，所以众生只要呢跟佛一样的去实践呢，也可以达到佛的法位。好，这个呢我们刚才有解说过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贤首中的四副门，那这个也是类似的哦。先从佛国的安摩罗氏，这是佛法界。那我们说佛呢是清净的，他的事是清净的，所以他叫做安摩罗氏。那从佛果观到众生的阿赖耶识，哦，它这个都是对立的了哈。这是清净识，这是杂染识，杂染识。佛跟众生成为复合之法。那复合之法呢？我们看它的复门观法。那他说，复从阿赖耶识观至安摩罗氏。好，也就是说，从杂染观什么呢？清净。好。他第一个是什么呢？他第一个是从这个清净观到什么呢？杂染。清净观到杂染。第二个从杂染观到什么呢？清净。好，那杂染观到清净呢，就是这个凡夫嘛，哈，凡夫因为妄想而不能证得什么呢？佛果，所以故须精进勇猛修集福德智慧资粮，乃能毕竟成佛。好，他也是两次的重复观。我们看真言宗，真言宗呢由密言实佛观至一切种事成复合之法，这个也是一样，这是佛法界观至，这个凡夫的法界，再观由佛力加持修行者三密相应。这个三密相应呢，直成正觉。三密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身密与意、身密与密跟意密。好，身口意，身密就是手结印，与密呢，口诵真言。意密呢，意观本尊。好，这个是三密相应。那第四个净土，好，净土也一样哦，由净土与心而复合，成复合之法为中本。它也有两个内容，净土跟心。好，我们的心呢向往净土，求生净土，由土与心，这是由土与心。接下来复由心观至净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生佛净土，求生净土。好，好，这个也是这个复门的观法。那我们给它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呢，就是有单门四宗，复门也有怎么样四宗，还有我们综合的说单复八宗。单门四宗呢，为什么它叫做单门四宗？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于因力，也就是自力的修正。自力修正跟他力的加持，是两个不同。为有情障，自因缘善根种子力，就是依靠自己修学种种的福德智慧资粮。那比如说法相中所明的种性，依不同的种性修不同的资粮，达到不同的果位，如禅宗说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等，皆为自力。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自力的。因为在单门四宗跟复门四宗呢，它有一个差别。单门四宗它着重在自力修正，复门的四宗它着重在什么呢？他力的加持，他力的增上，自力的因缘修正善法。所以复门四宗这里呢，皆依佛果增上原力，亦名他力加持。以众生法治佛法上面，再将众生法法底的佛果，好，这样的一个果法呢，把它显现圆满。那这个是
复门侍中，他着重在他力的加持。总说班复的八中呢，由因缘自立的侍中及他力加持的增上缘，侍中加侍中总共有几中？八中。你这样的观察即可探得八中的要理。好，这个是在说明八中的四单门的观法，四复门的观法。接下来呢，八中相夺护城门，相夺，夺呢抢夺的意思了，就是把你的东西抢过来叫夺嘛，相成，互相成就，没有妨碍。那我们看这个八中的相夺门，相夺门是什么呢？就每中皆可自卫，自己说除此一中外别无佛法，就自中为是嘛，只有我这中才是最殊胜的佛法。此中为上传世尊唯一正宗，唯一正宗。所以其他宗是不是正宗？其他宗不是正宗哦。那其余各宗皆只是此宗的一分。那比如说我是某一宗的，我就是说我是佛法唯一正宗，你只是我的一部分而已。好，这个叫做什么门呢？相夺门。每宗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相反的是复成门，你说的跟我相反，虽然相反呢，互相正成。复成门是什么呢？观一宗所以成立，我为什么可以成立？正以有他宗宗义为其所破所摄而成立，就是我成立了这个法被你所破，你所破的其实也来证成我。底下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如轻辩论师的依他毕竟空。好，这是在讲空法，这边都讲依他起。好，依他起我们前面提到说就是缘起啊，缘起呢是毕竟空的，轻辩讲缘起毕竟空，复法为是的复法讲缘起依他起是什么呢？如幻有。一个讲毕竟空，一个讲什么呢？如幻有。这两个有没有抵触呢？没有。他说此二者表面观之四不相成，其实正由于如幻有，如幻如化的有，越显怎么样毕竟空。也就是说从如幻有显出这个毕竟空起，因为那个有是如幻而有的，不是真实有，其实它就是毕竟空啊，亦有毕竟空故。好，现在讲毕竟空，这毕竟空它越显什么呢？这个有是怎么样？是如幻有的。所以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成就？你说有，其实在证成我的空，我在说空的时候也证成你的什么呢？如幻有。这个是互成门。八中它有相夺门哦，也有什么互成门。相夺就是我是唯一正宗，你是我其中的一部分，互成呢就互相正成。那这个归类法我也觉得很好，很如实的把这个宗派之间的一些现象呢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再看第十四项，第十四项呢它跟第十五项第十六项呢它是有关系的。那八中的平等跟殊胜，我们先看第十五项。平等跟殊胜，简单的解释，平等就是大家平等平等一样。殊胜呢，我有我的殊胜，你有你的殊胜，所以平等跟殊胜是不同的，是差异的。那我们先看它的平等门，这个平等门有三个。教法、发心、正果，八个宗派是一样的。
简单的说，这个教法是什么呢？教法就是佛的教说。佛的教说是什么呢？三藏十二部。佛的教说是什么呢？佛的教说就是言教。这个言教是他的说法，表现在他的实践上面就是身教。所以教法就是佛的言教跟身教。那所有八宗平等都依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那这个教法呢的根源从哪里而来？由世尊的觉悟缘起法体证而来，它不是由这个研究假说推论哦。啊，这是教法的根源啊。那教法，佛用语言文字所表达出来的经律论，所以教法是什么？三藏十二部。好，或是我们讲的九分教啊、十二分教啊等等，都是佛的教法。教法其实扩大的说呢，古今大德的著作及言语的开示教戒也称为教法。那这个教法八宗所依，我们都依以佛圣弟子的这些言教身教，还有发心也是八宗平等的。发心是什么呢？八宗因为是大圣八宗，同样的都是发大圣心，正果都是证得无上佛果，这个是八宗平等的。八宗殊胜门，殊胜呢，就我有殊胜，你有殊胜。那这个殊胜，它从三方面去说：中义、成中、去行。中义是什么呢？中义我们看这个教法成中，这中义呢？就是一宗的义理，比如说天台有五十八教，它有立教的义理。那这个一宗的义理呢，它基本上注意，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对于佛的教说呢，它分成两个门，叫教门跟观门。什么意思？教门就是教说理论，观门就是实践的观法，这个叫做什么？叫观门。那一宗的宗义呢？它是八宗的殊胜门嘛？哈，宗义是指什么呢？是教观二门当中的什么呢？教相门，也就是教门。好，那宗义呢？好，因为它是八宗的殊胜门嘛？哈。它是指一宗所立的教义，八宗每一宗的教义是差别的，差别的呢，也是它殊胜的地方，标示出该宗的主张及信仰的方向。那这个是宗义，宗义因为宗义不同，所以会有中国的大圣八宗。那第二个呢，八宗的殊胜，第二个是什么呢？成宗。大家注意哈，八宗为什么成宗呢？八宗成宗哈，因为跟教法有关。教法是谁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嘛哈。那这一些祖师大德研究佛的教法，他的教理，研究教理为根据，所以他成宗是有根据的，依于什么佛的教法而集理成宗。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宗派的形成一开始都有一个学派，学佛的这些教理。那产生教理之后呢，偏向于戒的修学，可能就形成什么宗？律宗。好，所以呢，成宗的过程，因为教法，那成为学派，集理成宗。有这个宗派呢，因为他要有教相门，还要怎么？还有观门嘛，就是那个这个会观，好去观察。所以成宗立观去行，去行呢就是实践。好，所以这个教法成宗，依这个佛陀的教法
他的理解的差异而成宗，所及教理为起观的所依，所以他的那个教门跟观门都依于佛的教法，能去行而证果，就是依这样的去实践，能够证到这个果位。那这个是在第十四相、第十五相跟第十六相，八中平等门、八中殊胜门。那这里呢，我们看它的平等门，我们把它归类一下。他说八中的教法平等一样的嘛，哈。他说皆大圣平等所依的教法，亦即为全部的佛法。啊，也就是说八中呢都依于佛的教说。那此中即为大圣完全的教法，此中是这样，彼中也是怎么样，也是完全的教法，方向虽有差别，全体平等如一。也就是说八中的内容有不一样，好，但是呢它都是佛法的一个全体。他做一个譬喻，他说国家的政府建设于限定的地方，他可能这个有政府的地方呢，在南边或是北边有不同的政府机构，但是呢他所统所依的国土人民是怎么样，是一样的啊，他是平等的，就好像八宗都依于佛的教法，佛的教说，八宗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说明大圣的完全的教法。那八宗的殊胜门呢，既然会有宗派的不同，当然它有差别了。八宗所依的教法虽然平等，而各宗 各有各宗的殊胜，所以有八宗的差别。那他这边做一个譬喻，如国家的政府因施政环境等建立于彼或建立于此，各有其差别。政府呢有很多的部门，当然它的殊胜的功用呢也有差别。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譬喻呢就可以清楚到这个八宗平等殊胜门，从平等来说，它的相反的殊胜来说，那我们可以从几个项目去看呢，从平等有三项，就是教法，佛的我们同样依于八宗都依于如来的圣教，佛弟子的这些圣弟子的言教、身教等，还有发心、发大圣心、证大圣果，八宗是一样的。殊胜呢，宗义它的教理教义的说明各有殊胜，成立 各种不同的宗派，成立不同的官法，去证于诸法的实相，这是差别的。好，我们今天呢把我们上一个视频跟这个视频对中国八宗太虚大师的判教，它分为四类，也就是在上一个视频图表51的第四类。好，第四类呢它的判教分为四类，八对与四类门，第一类，第二类是四单与四副门，第三类是相夺与互成门，第四类是平等与殊胜门。我觉得太虚大师归类的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呢他透过这样的归类，我们可以单一的去理解某一个宗派他的教说如何观察。那还有呢，就是他把相似的宗派呢做一个归类的说明比如说这里的佛力加持类、善法增上类、超理持行类、圣解成观类，那也画龙点睛的把每一宗的特色呢表现出来。那如刚才所说，有一些重理解，有一些不重理解那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你可能现在正在修八宗的某一宗，
你在修八宗的某一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宗是最好还是最差？好，你会觉得那一宗是最好嘛？哈，有没有可能改变？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变心，又会改变，有没有可能？佛教是因缘法嘛？哈，所以呢，八宗就是八种营养，八种药。好，那其实这八宗呢，综合的去把它的一个精华学习，这是最有智慧的。那在这八宗当中，益他扬智，然后呢，在修学自己的宗派，认为自宗为是，他宗为非，千万不要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容易落入谤法当中。我们修学佛法呢，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那你的因缘可能觉得某一宗是好的，也都没有问题，那你从某一个宗派当中去旁涉兼学其他宗派，也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修学净土宗，可不可以再修学禅宗？那这个就是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你要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不要一这个一减一啊，一减一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一宗跟你那一宗对立起来，那就是什么呢？一减一，一减一等于多少？一减一不是等于零哦，一减一可能等于负哦。如果一加一呢？一加一也不一定是等于二哦，一加一可能有时候等于十哦。好，所以呢，我们自己的修学是一，别人的修学也是一。请问一下，你要一加一还是一减一？一加一哦，好，要这个记住。好，那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还会在上一次太虚大师。中国八宗的一个归类法，在太虚大师全书里面，他对中国八宗呢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用三次的视频总摄中国八宗，我们先有一个概念，那大家也能够去体会大师等级对中国八宗的判教，也就是分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与我等，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大家。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